十个男生，面对女生是八个人，面对女生是八个人比赛，五年级男生是十四个人，五年级女生是十个人。所以呢，老师请你们，待会呢，老师会先预告下一场，所以下一场准备好的，你可以先起来热身，然后轮到你们就马上起来了，就不要。所以拉你的绳子，结束之后老师会吹哨，不要马上把绳子放掉，相信大家都有练习过。麻烦你就站到绳子右手边，老师会说交换场地。再来比完赛，麻烦你可以帮你自己的班加油，但是不要去谩骂其他的班级，也不要讲很难听的话，不然我们就只你们班的资格。哦，比赛的目的是增加你们班上的凝聚力，而不是让你们碰壁之间的感情。所以如果在那边吵那边乱，老师就会直接把比赛取消。如果是五年级，那六年级就不要了。哦，如果是六年级，那一样。好，来。女生，一般女生 ，OK 了吗？示范可以了吗？示范可以了吗？可以，好，来上场，来两边五年级再推一点。好，来六年级，麻烦这样。来第二场，六年四班男生对六年三班男生。